饶人的哦，头三米秀起来就变他妈大，确实有嘛？你有合作过吗？是有啊。艺人当中，你谁的印象最深刻？当然是宪哥啊。哦，皇后综艺战舰，如果歌唱得很好，可以当歌手啊。自己的歌在网上串流。Ella 不露圈，如同阳光一般的笑容，还拿下了全世界第14名。小女长。